哎，菲力，你还舍不得走了？走走走。老总给我说，在这里玩一下。好，那你在这里玩吧，我走了啊。今天我来了的他们家没住，今天我们在盖房子，没有养猪，是我来了的他们家没住，过年吃。菲力，你看哪看中哪一条猪？这个吧，这个。这个好。叔叔，这个猪多少钱？送给你。大五千。你的孩子把李大成喊舅舅的，送给你没关系。那不行，你养猪很辛苦，年纪大。不辛苦，我们一年四季就是养猪，不辛苦。叔叔，你不要钱，我这个猪我不要了，我就不去了。老弟，您跟叔叔说一下吧。爸，他要是给你钱的话，你就拿着算了，不然他老妹儿他就走了。你这个娃子好客气。不是给钱的猪，真的好辛苦。不是我没有养过猪，我养过猪，我知道了，好辛苦。点好多斤了，24多斤。叔叔，你刚说24斤，400多斤。哈哈哎，小胖哥，你到县城了？啊。菲力今天在我们家杀猪呢。杀完没有？还没。哦，那这样，老弟，你给我发个位置，我过去给你们搭把手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我现在生活好了，二位。你活着了，那不神仙了。嗯。没今年猪杀吗？不杀。杀了。去了几天啊？哎，我去了，我认识人口杀物。那就不行。老弟。哎，你哎，来就来，拿什么东西？猪杀好了没有？过来帮忙了。快了，快了。哎，你好，叔叔，忙着呢你。来就来嘛，拿什么东西、啊？哎，应该的，应该的，叔叔，来看看你。哎，好好。哎，好嘞，叔叔。我看您家那院里不点个火炉了吗？咱到院里烤火，有感觉。叔叔，咱到店里坐吧。来，这样，这样。哎呀，这会儿啊，哎呀，请到活动啊。哎，小胖哥，好谢谢。哎，好谢谢。哎，你今天过来帮老李杀猪了？不是，我买的。哦，自己买的猪啊。嗯。来，烧着大火。好的，叔。老虎给他们，老虎给他们，老虎不，那天把肉装到车上，给菲力斯他们去啊。哎，叔，用这个车去送肉啊？啊，那个正好我们要上去去菲力家，然后用我的车直接给拉过去就行了。那个车咋了？啊，没事，我那个车直接装上就行了。不用袋子装，给你弄脏了啊！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垫点塑料纸就行了。啊，直接装我们车上吧。也行了，那不好意思啊。过年把老爷子叫下来，喝两杯。好的。来，给你上车。叔叔，你把我送到哪里去了？哦，去赖武家是吧？啊，谢谢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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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，回来别了啊，谢谢。明年还要装修房子，还要装修房子。这房子能够好比以前亮不？我这新。你装修房子还要吃肉肉的？哎，别担心，这个是，我是新手。老李，啊，
留在家里吃饭。哎，菲力说回去还要腌肉，我们就早点回去，然后我下午还得回来嘞。这里过都做不啥了，那我不能。他是不要叫你，要不要那不还是不要人吧。哎，老哥，看我买个，拜拜，好，拜拜，我也走了。你好，走了走了，拜拜。老哥，好。小胖哥，这来了，在家吃个饭呗。不用了，吃过了，吃过了。啊，刚才吃过，刚吃。那个阿姨，您挺好的是吧？行，那那个我们就先过去了，去接你。下次来吧。啊，下次下次，好不好？哎，好嘞。再见哈，再见。哎，菲力，你还舍不得走了，走走走。老总给我说在这里玩一下。好，那你在这里玩吧，我走了啊，我走了。拜拜。拜拜，老吴。拜拜，老李。好，叶勇走了啊。啊，拜拜。哎呦，我来弄什么呀？碰碰你了，来碰碰你。够漂亮了，是不是？想我了吗？对，还认识胖叔叔？认识是吧？哎呀，菲儿又长高了，又长重了。爷爷，来了。爷爷，爷爷专门来看您了。哎，爷爷，给您准备的这个，爷爷。走路，哎，慢点慢点啊！哎，小胖哥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是给爷爷带来的电暖气。哦，冬天了，爷爷的屋里冷，装上这个就暖和了。哎，飞过，这小狗狗这么可爱。他几岁了？两岁。两岁啊？我看他只有一岁。贝利，新房子太漂亮了，恭喜恭喜啊！明天就可以搬新家了，爷爷。走，漂亮。那个我给爷爷带的电暖气，一会儿给装上。咱们小朋友不要跟我们，冬天了让爷爷屋里暖和一会儿，好不好？好的。暖和了，哎，在这睡觉，然后热，暖和，喜欢吗，爷？喜欢吗？喜欢。次来都做这么多菜，太放心了。哎呀，都是我爱吃的。哎，你们开始吃。好，爷爷，敬您。来，爷爷，祝爷爷身体健康，天天开心快乐。嗯，哎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好，过来。嗯，好，太赞了。菲力的手艺顶呱呱。爷爷，我不能行，我一会儿要开车。放在那儿要开车。不好不好。完了，走吧走。老娘们，来，我读文字几家呀。我给你，别动。这汤是吧？嗯。给你了。哎，飞，你这红烧肉做的啊？谢谢。
这土豆是咱自己加工的吧？对。好吃，好吃。再来一块，入口都化了，好吃。你们别客气，你们都吃点菜啊。嗯，好嘞，好的。都饿着，这上面还是肉好吃。嗯。